Nina 日前带新歌回归，当中更和好友一起共同主演，也让许多人都非常期待歌曲能够再次大爆。没想到新歌却引起了广大的争议，甚至让公司紧急将 MV 下架后重新发布。而在近日，耶娜来到音乐中心打歌，在完成舞台的事前录制之后，便以身体状态不佳为由而取消了之后的行程，让许多粉丝担心耶娜的身心状况。而即便如此，耶娜依然在近日的舞台用尽全力，真的希望公司能好好处理这次的危机啦。